在我短暂的生命中，曾经有过境遇截然的两副面孔，两种人生。当我面临死亡，我才明白，我伤害了所有曾经爱我的人。我一定要在东海干出一番大事。一旦钱到手，这些人会彻底的消失。他不会回来了。就算他死了，我也要找到他的尸体。敢动我老婆，你死定了。你居然要杀我！好像是血迹。你小子一分钱也得不到。你这个疯子，我不告诉你行了吧？还干崔秀华的事情。马上回家啊！哦，哎，乖。来，海莲呐，把这鸡蛋给吃了啊。你昨晚怎么了？看到谁了？好像看到世勋了。世勋，他在哪儿啊？进来，你一定是看错了。
是想试训想疯了。来，把鸡蛋吃了，补补身子啊。妈，那个人太像了，他站在那里的姿态、身材、转身跑的样子，就是石勋。那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？天太黑了，我没有看清楚，但我感觉就是他。海莲呐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。如果真的是石勋，他一定会进来。我们是一家人呢，我们那么想他，他能不想我们吗？你是看花眼了。我想那个人呐，他可能是小偷。海莲，趁热把鸡蛋吃了啊，我去给你熬粥。
吃吗？嗯，好吃。那就多吃点啊。嗯，我能吃三碗呢。哎呦，丹丹能吃三碗呢。哎，海莲，来，你吃啊。妈妈，今天老师让我当班长了。真的？哎呀，丹丹当班长嘞。海莲，来来来。先生，您是来找保姆的吗？对呀，就是她了。您眼光真好，她是这最好的家政呢。我今天不干了。海莲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今天不干了。
王总，这是东海电视台的主持人。王总你好，我是何媛媛。你好。王总，西蚁集团呢是我们国家的比较知名的民营企业，在中国进入 WTO 中呢，如何与国际接轨，如何遵守国际法，我们想就这个话题呢想采访您。让我做电视采访。是的。这件事谁安排的？这是龚副总裁特地安排的。可是，我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。可是，这是龚副总裁特……我说过不接受采访。这样吧，我安排事业发展部的副总跟你们谈。啊，对不起。走。这个人真够怪的。是。就是拒绝采访，也不应该发火呀。我也觉得他今天有点反常，不过他平时就很低调。这样吧，我再请示一下副总裁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。好吧。龚总，你为什么不接受采访？有什么原因吗？我觉得主力，这种事情没必要非得让我出面嘛。要知道，你也是搞网络媒体的，现在我们集团的 RIT 业搞得轰轰烈烈，不就是你的大手笔吗？你是我爸爸的重点培养对象，为什么被电视台采访这样的事情要让别人去做呢？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宣传呀。可是面对那个镜头。我真的会紧张，我怕到时候会语无伦次、胡说八道的。你长得又不难看，你有什么害怕的呀？我还准备以后我们集团弄一个企业形象片，让你做主角呢。反正我不愿意抛头露面，尤其是电视台。你可以安排别人吗？王天成，这是我的命令，你必须要去。王总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嗯。请等一下。我觉得你们这个光太刺眼，能不能暗一点？王总，咱们这是电视采访，不是拍电视剧，光亮点没什么。这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还是暗一点好，啊。哦，小刘，把光稍微挡一下好吗？嗯。王总，可以开始了。今天呢，我们，你这个灯光还是太亮，干脆我戴个眼镜吧。王总，说实话，您这人长得很帅，眼睛也很有特点，干嘛非得戴个眼镜呢？我喜欢经常改变我自己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。我还是第一次，有点紧张。你紧张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。好吧。王总，我们公司呢，作为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，现在我们中国进入 WTO 中，我们公司怎么样能更好的与国际接轨呢？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。我呢，也是刚进到我们这个西蚁集团，所以对集团的很多事情还不太了解。我正在努力提高自己，想尽快的融入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大家庭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集团的主业是以空调为主。你发现没有？他好像特别怕在公众面前曝光，这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往下查。
2008, the policy change will increase the city's capacity. 不太了解，我正在努力提高自己，想尽快的融入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大家庭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集团的主业是。 是汉语拼音呢，还是英文字母啊？是英文字母。你会吗？会啊。我怎么看你在弹钢琴呢？啊！<笑>丹丹，你今天帮奶奶洗脚好吗？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我自己洗就行了。让丹丹帮你弄。你看，你用拿我的书。我要是有钱就好了，就可以买个电脑，这样啊，我就可以和世界连接在一起了。好啊。 可以在网上找爸爸了。啊，妈妈还不会打字，但我还要努力。你说呢？妈妈，你好酷啊！你今天去上什么课？英语和电脑。妈，我走了。Follow me. Excus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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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e. Handba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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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rd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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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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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，秦海林同学，请站起来。Excuse me, handbag. 哎，慢点。Not handbag. 你读成丈夫了，应该读 handba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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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. OK. Handbag. Handbag. 这是仙湖别墅群里最大的一幢房子，全是木质结构。走，上去看看。怎么样啊？这里是书房。 要是在这间书房里运筹西蚁集团的前程，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灵感。那当然了，我希望我们西蚁集团有很多重大的决定啊，都在这个屋子里产生。你这个说法很有想象力。那你什么时候搬进来呀？听你的指示啊。干嘛这么说？爱情不是命令，是靠自觉。
我相信在这个屋子里呀，只有爱人的关系，没有什么副总裁和助理的关系。你希望创造那种家庭气氛？嗯，我相信我在这个屋子里呀，只是一个小女人。不过，要是有什么重大的决策的话，谁正确就听谁的，好不好？听你这么说，我想今天晚上就搬过来。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搬进来呢？这是我给你写过的全部的信，我把它装订成了一本书，送给你做礼物。80岁，我还要给你写18250封，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信，可以进吉尼斯了。这也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爱情，我希望这份浪漫可以保持到永远。只要我活着，我一定能做到。
这位是江城市资公司的杨总，杨总，西义集团王天成，请坐。让大家久等了，我们也刚到。各位都是前辈了，不过今天这句话我不能不说，因为我是代表集团总公司的意见。江城分公司的销售业绩近三个月来严重下降，那作为总经理的您应该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总公司对此也不可能熟视无睹。不过我觉得帅哥这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认识你吗？瞧你这记性，我是陶菲菲呀。你认错人了。我怎么会认错人呢？我们在酒吧。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看我这记性。哦，是你呀？怎么这么巧？是你的朋友吗？谈不上。上次我陪 Apple 集团总裁，我们在酒吧有过一面之交。一面之交，我们可是天天在酒吧。我上次跟陶小姐交代的那件事情，你考虑好了吗？上次的事情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是呗。跟我来。你干什么呀？跟我来。什么事啊？你到这边，我跟你说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个人真是不识相。你没看见我正在陪客户？我不希望你打扰我们。哟，可真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呀。半年不见，你倒是发大财了。请问现在在哪里高就啊？我的事跟你没关系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你也知道，我一直都很欣赏你，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人才。哎，我还挺有眼光的嘛。那都是以前的事情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瞎扯，我还要陪我的客户。哎，你的客户不也是我的客户吗？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呀。再说，你也知道，我很喜欢和这些大款在一起的，万一我消灭个一两个，还可以和你分成呢。你真的是恬不知耻，你以为所有的男人都好色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，我是谁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和你叙叙旧啊。我们俩之间无救可叙，你怎么就这么小气呢？我知道，我以前有些过分，你总得给我个机会向你道歉吧。没那个必要。难道你连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吗？你觉得我们俩之间还有话可谈吗？当然，我曾经说过，人生就像拆墙运动。少一个朋友就多一堵墙，你难道愿意让我成为你面前的那堵墙吗？你记着，我们俩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，
把以前酒吧的事都忘了。菲菲小姐，是你。既然她不愿意，我倒想来陪陪你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摆不平她？那么由我来摆平她怎么样？就凭你。这是他的本名。秦女士又是谁？秦海莲是他的老婆。他老婆？他结婚了？感到很惊讶是吧？你大概还不知道，陈世训现在是一个亿万财产继承人的男朋友。你说什么？你不相信？你只是看到我是一个穷小子，可是你并没有看到我的另类富有，这就是智慧。现在我相信，我找到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。你少废话了，他女朋友是谁？你感兴趣了？不要跟我绕弯子，快说。陈世训的女朋友是现任蜥蜴集团总裁的女儿，准备接蜥蜴集团班的公主丽。这不可能。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口气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现在你相信我可以摆平他了吗？非常非常大的大鱼吧。这个陈世训可真有本事。有什么本事？就是运气好罢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按照你的思路消灭大款。怎么个消灭法？把陈世训约出来，或者给他打电话，要不就发电子邮件告诉他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秘密。把这张寻人启事复印了，寄过去，要他花大价钱买下来。要是他不愿意的话，就把寻人启事寄给公朱丽。这是敲诈，犯法的。只有这样才是快速消灭，你那种消灭太慢。你为什么要找我？你一个人可以做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做梦都想娶你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。你别胡思乱想了。说吧，你为什么要找我干这件事情？我需要经济支援，我需要有人支付启动资金。我给你算了一笔账。你陶菲菲小姐在酒吧里当妈妈桑，一年下来充其量不过30-40万，就算加上你消灭大款的钱，也不过60-70万。如果这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合作，诈陈世训200-300万，你陶菲菲小姐可以节省多少青春呢？至少可以省去你2年的时间，
两年对于你这样的女孩子来说多么的重要，是不是？我们两个把钱一分，你可以换一个城市生活，用80万买一辆宝马，你开着宝马住着别墅，你说你可以继续消灭多少大款？说实话，如果有150万进账的话，我可以省去3年的时间。你这样想就对了。你需要多少启动资金？3万块钱。我的预算需要一台手提电脑，来向对方发出各种信息。这个我有，我的手提电脑你可以先用。好，那么就2万块。没了。